同乐的感觉，所以就是会唱一些就是我自己偶像的歌曲这样子。对，那为什么这个乐团为什么是我的偶像？因为我觉得人不管活到几岁，或者是做什么事情，都应该要永远怀抱着梦想，然后永远有对生命的热情跟热血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也是一个蛮奇怪的人，就是你们很嗨我就很嗨，然后天气很冷我就很冷，对，就是一个很感觉的人，所以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，然后希望你们今天都玩得很开心，然后也希望你们会想你们呢就跟我一起唱，这首歌是五月天的拥抱，谢谢。
快，手伸出来，伸出来，往前伸，用力的伸。你们刚刚的 uncle 是这样，你将得下我 uncle。